将军府由唐太祖李世民创建，用于统治全帝国军队征讨失意。国定后裁撤转型为大唐朝廷监管江湖各势力的重要暴力机关。天策府武学深寒兵学鼻祖孙武所提胸针之法精髓，急如风，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，难知如阴，动如雷震。把马上机动熊掌空虚之处突然发动突防攻击视为奇，与不闪的有我无敌刚猛绝龙的攻占防护技能视为正，利用距离的时远时近来达到阻断对手攻击节奏，保存实力，占敌先机，重获主动的战术目的。群机发动短时间的强大搏命技能效如虎，瞬间击杀对手于枪下。所谓以正合，以奇胜，一奇一正相辅相成。正因为这充满了一往无前入敌阵力挽狂澜于皆倒的大英雄主义精神，着实成为广大江湖热血儿女所追求的理想归宿。